我喜欢你，真的很喜欢你。来世，我定不相负。我是真昏了，怎么会说那种蠢话？现在要是睁开眼睛，会不会有点尴尬呀？醒了就赶快起来吧。你故意的？看你可爱，逗逗你吗？你看什么呢？看我未来夫人啊。怎么？还是不可以吗？苏远离，我承认，我喜欢你，真的很喜欢你。我也很想跟你在一起，但是，我们能不能不成亲？因为可以。可以，我等了那么久，能跟你在一起就足够了。儿臣考虑不周，让父皇受惊了。此次清除反贼，你做得极好。朕三年前命你蛰伏在藏书阁，彻查宫变始末，如今终于有了定论。这么多年委屈你了，但这也是皇子成大事的必经之路。告诉父皇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？儿臣只有一事相求。你想为护家求情？父皇英明，胡天霸虽罪大恶极，但胡家其余上下皆为忠良，望父皇开恩，免胡家诛九族之罪。护天临护天放，此次护家有功，那个护甜甜更是拼死护了你。朕就允了你，免他们的株连之罪，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朕就罚没护家一半家产，上缴国库，以儆效尤。谢父皇开恩。李儿，朕一向赏罚分明，这几日朕想起了你的母妃。这么多年她一直在行宫里修身养性，吃斋念佛，朕就准他出宫休养，陪你小住一段时间。多谢父皇开恩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抚远大将军护天霸意图谋反，罪不容诛，斩立决，钦此。苏艳离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前天